说蛋起来，猜一猜全世界所有玩家男女比例是多少？什么1:1？蛮理想的，但是不太对。男7女3，也不对。男9女1，大错特错。而且你要是真的这么想，你可能要先检讨一下自己。OK， 正确的答案是男性 55% 略多于女性的 45%， 将近1:1的数据真的是可喜可贺。不过有趣的问题也就同时显现了，既然两者的数据没有到差非常多，那么为什么在普罗大众的眼中感觉男生还是比女生还要爱打游戏呢？ OK， 对于这个有趣的问题，我必须得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错觉。这个是有凭有据的，当然我们今天先不扯太多什么天性、现实生活回馈又或者是社会的期待等等的，有兴趣的话之后会再做一部影片和大家聊聊。但首先我想问大家的是，当你在游戏之中，你要如何判断对方的性别？应该是没办法的，除非你刚好认识对方，或是你运用其他的手法得知。毕竟俗话说得好，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套一篇知乎女网友的说法，通常女玩家不会自称是女玩家，也就是说你每天可能和无数女玩家擦肩而过，然而她的脸上却不会写着女生两个大字。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男女平权，玩家的比例已经来到了将近1:1，女玩家的数量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非常多。男女是一样的嘛，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大量存在着这种自己工作赚钱，比起出外交朋友更喜欢待在家里面玩游戏的人，他们并没有从社会得到太多的正回馈又或者是特权。因此各位可以更仔细的回想，我们一直以来关注更多的我们口中的女玩家是否往往都是受欢迎的女孩而非一般的女玩家。我认为这也就间接造成了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女性玩家很少的错觉。国小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要不要去外面丢球，国高中的时候会问要不要去学校打球，而大学的时候要不要打撸，这大概就是最典型的台湾男生成长背景。而又有多少女生间的友谊是这样发展的呢？好，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推一点，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最爱玩的游戏不外乎就是摩尔庄园嘛，赛尔号嘛，还有小番薯等等的。这个时候男生跟女生有在玩游戏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但随着我们越长越大，男生跟男生混，女生跟女生混，两个大团体的发展方向越差越多。单就游戏这个项目来讲，男生更多是往更哈扣的方向走去，什么 LOL 啊、 CS 啊、 AVA 啊、 SF 啊，但并不是说女生不会玩，只是大家玩游戏的目的开始不太一样。稍后我也还会再提到几个原因，或多或少也助长了这样子的分别。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也许不是女生们不玩游戏了，反倒是游戏默默间排除掉女性玩家。而造成这个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刻板印象，男生就应该要会，女生就应该要会。我不知道你刚刚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拜托千万不要是一些很邪恶的想法。 OK， 社会正在努力破除掉刻板印象，基本上你只要不犯法不冒犯别人，你爱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在游戏的环境之中，性别刻板印象尤其性别歧视、性骚扰之类的问题却一直都存在着。 I think we got it! OK, like, can you like go wash the dishes now or something, please? Hey yo, is that a gamer girl? Boys up! Gamer girl! You dumb fucking bitch! Stop sounding so sexy, baby! Go back to the fucking kitchen! 在竞技游戏正红的现在，语音和文字沟通已然成为游戏的标配之一，所以拜托各位一定要礼貌一些，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游戏或是任何的原因在网络上攻击或者是去骚扰别人。你今天玩游戏输了真的还好而已，除非你今天是电竞选手靠打游戏赚钱，但即便如此，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一点都不构成你去骚扰或是攻击任何人的理由。毕竟游戏本来就是一种投射嘛，一种代入，一种游戏啊，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的外观、游戏名称、声音又或者是游玩的方式就擅自给别人贴标签，这样子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就只是在搞臭整个游戏在圈外人眼中的观感。另外现在的游戏风气也是跟过往相差甚远，父母不太会因为孩子的性别而去禁止小孩玩游戏，通常啦，大多数都是通通直接禁止。那题外话，如果你今天是长辈，然后你因为孩子的性别而禁止他们玩电动的话，What the fuck？ 我认为男生比女生还要更爱玩游戏的原因是男女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游戏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男性从男性的视角还有思维出发，因此题材和玩法往往不会符合女性用户的预期。而对于游戏厂商们来说，他们要想赚钱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迎合客户的需求，来打造一款他们喜欢的游戏。所以开创起游戏从男性的角度去打造，
发展型游戏涌入的男生多于女生，最后厂商在依照这样子的客户比例去制作游戏，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举个例来说， CSGO 是从12年前上线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在全球游玩数量最多的榜单里面，但是猜猜看这款游戏的女性玩家占比多少？答案是 5%。而虽然同样是 FPS 类型的瓦罗兰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并且吸引了大量的女玩家，但是男性玩家却仍然占了其中6-7%的大多数。当然，我们就更不用提市面上出现大量物化女性的游戏了。免责声明，男女各擅其长，不管是在游戏方面又或是其他领域。好，当我们今天提及游戏产业的发展，除了游戏厂商疯狂的撒钱投广告之外，就是 KOL 或者是明星们的代言。但更重要，我认为最能吸引新玩家加入的方法就是举办电竞比赛。在游戏厂商、电竞选手的双重加持之下，电竞已然成为不亚于传统竞赛的体育项目。那么再次观察2023最多人游玩的游戏表单，我们会发现前20名当中有12款游戏定期有在举办电竞比赛，而12款当中又有8款是与枪械对战有关的。也就是说，不管是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枪械对战游戏可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种游戏最让人着迷却最让人挫折的一点就在于枪法。枪法比的是反应速度、肌肉准确度还有硬体的设备。已经有研究指出，男性平均的反应速度比女性还要快。我把文章贴在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并且对于电脑硬体设备的敏感程度也是平均男性高于女性。而在男性有着这样子先天优势，再加上游戏商们大力推广的影响之下，男性玩家会多于女性玩家可说是非常可预期的一件事。 OK， 说了这么多，那么女性更多都在玩什么游戏呢？一样，根据统计，前三名的第一名是 Match 3，代表游戏是 Candy Crush。 第二是家庭农场模拟类，代表游戏是模拟市民。第三是拼图解谜类，代表游戏是纪念碑谷。而男性则是射击类、体育类还有动作冒险类，完全不意外。最后呼应开头，游戏世界中男女比例已经来到了将近1:1，是一件非常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What the dog doing?游戏厂商们也都在努力做出好游戏，能够让男生或者是女生都喜欢的好游戏，期望我们能够在可见的未来看见大游戏时代的来临。希望啦，希望。 OK，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可以考虑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